其实像我，我有很多的会员，我讲坦白，大家都很八卦、啊，都说：哎、欸，谢老师啊，你每次哦在节目开播之前，你到底跟导播制作在讲些什么？没有啦，他们是在回顾啦，以过去的经验哦，因为明天的成交量会比较少，所以说呢，很多投顾老师呢，甚至包括这些制作，都会出国去玩哦。然后在讲说到底去哪里玩，去哪里去玩哦。那不过呢，如果说以现在的夜水疫情这么样严峻哦，我讲坦白的，全世界唯一剩下的净土好像只剩下博流。好，我给大家一个小常识哦，那博流它是台。 台湾的一个水邦交国，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吗？那你知道吗？帛流的总面积包括那些离岛，离岛因为帛流它是个破碎很，很多小岛，很多小岛加起来总面积呢，应该是跟台湾，我们不要讲跟台湾一样大，台湾一半大好不好？一半大，一半大。那你知道呢？哎、欸，帛流的人真的很爽诶、欸，爽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诶、欸，你知道帛流总人口多少人？ 台湾总人口两千三百万人，我们对岸的对岸的国家哈，一个是十三亿嘛，中国是十三亿，然后印度也也号称他们十一亿左右。那你知道柏流总人口多少人？他们的土地面积哦，只有台湾一半大而已哦，一半大而已哦。他们总人口是两万四千人，不是二十四万人，不是两百四万，总人口是两万四千人。两万四千人住这么大的一个什么地方，你不觉得很爽吗？ 那么，呃，很多东西啊，只能。 戴成追忆哦、喔，因为这个疫情呢，我讲坦白的，短时间之内哦，即使你打过疫苗，如果说政府说，哎，打过疫苗了哦、喔，你可以到日本来，打过两剂可以来日本，我都不，我我讲坦白，连我都不太敢去哦、喔。好，那么现在解这个大盘呢，所以说哈、喔，很多东西它是个回忆啦，啊，反正手机大家都有相簿嘛，把相簿拿出来稍微看一看，还算是不错、喔。那基本上呢，今天外资在期货的业水空单一口气增加两千九百多口。那现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我我先讲结论好了，今天的收盘。 它是小的关键价没有问题，因为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看清楚看清楚哦。其实这这个好，是昨天的夜水 PM 盘，昨天 PM 盘，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我说有一个差别。如果说你是那种很积极的操作投资朋友，你无时无刻都想看一下说现在主力做手到底晚上三更半夜在玩什么样的把戏？麻烦你去下载我们的电脑版。那你说老师，可是我不是那么样的积极的，那没关系，你直接下载我们手机版。可是问题它的差别在于哪里？你手机因为它的容量比较小，你不可能。 能看到所谓的 PM 盘好，如果看到 PM 盘那不是我的手机哦、喔，不是我的手机哦、喔。和手机版跟电脑版的一个所谓版本，那你看哦、喔，昨天的 PM 盘它是先往下急杀，然后再往上做个急拉嘛，就昨天 PM 嘛，昨天 PM 是这样杀去又拉起来，结果你看一下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绿油油。就今天早上一开盘，我找请问各位，它对下，这是红色绿色，它对下是个标标准准标标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绿色，这是为什么？一口气往下又是闪崩，闪崩，昨天是突然闪崩两百点。 今天是一篮突然闪崩一百六十点，那当然基本上呢，我也做到一个所谓的验证的需要。为什么验证需要呢？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投资朋友说，徐老师啊，我带枪来投靠。那我说你看我的节目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为什么你现在才要带枪投靠？没有啦，因为之前的投顾老师呢讲的太好了，反正每天最高的高点比举例啊举例啊，这个最低的低点他做多，这最高高点他放空。哇靠，多厉害！这边做多，然后来到这边，然后把多单出清，反手放空又暴跌。基本上了我。 我、哦、没有这样的本事，就像今天我只掌握了四十点哦，我今天有赚哦，我今天做多，可是我是指四十点而已哦，我没有空哦，因为空不到，速度太快，速度太快。可是问题呢，我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哦，基本上现在每一个人都有 Telegram，每一个人都有 Light 哈、哦，可是 Light 发他要钱，所以说我不我不太乱发。可是，在 Telegram 的部分，我有没有做到让大家验证的叶水必要？今天早上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很久跟大家预告，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它是空，然后二零零二。 的中高，它的主力心态，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一开盘，一开盘主力心态空，它是如啥啥啥啥啥啥。 哎，这一开盘哦，一开盘主力下构，刷这这这，那老师啊，你是等到十点钟才告诉我们，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你们去下载我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而且呢，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中秋节的优惠专案。好，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三九二三九八。23 23 98, 那请问各位，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很两件事，再看一遍哦。你看嘛，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这段拉起来哦，正常你在做期货的。我请问各位，昨天 PM 盘这样拉。 拉起来，你会不会很想把你的空单停损？等于说呢，假设的你是看到急刹，你才跑去追空，空在这里的。就当它拉起来的时候，我讲坦白，你一定睡不着觉，你一定睡不着觉，你一定会把你的空单做一个所谓停损。就停损完之后，今天我蹦一个杀去，有吧，有吧。那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心态，因为主力做手，我讲坦白的，很不要脸。 它永远都比你早知道，更重要的业水重点。如果你看它拉起来，你把你的空单停损，再反手做多了就又杀下去了，那你不是坐在那边哭？可是当你拥有的业水主力心态，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它拉起来，它是在放空。原来它拉起来，它在放空啊，结果呢，今天今天早上一开盘之后，正正正有没有直接垂直往下杀？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那当然，这不是第一次让大家验证，就好像呢，上个礼拜四最大的转折，你记得。 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因为 Delta 的叶水疫情在台湾非常非常严峻，结果呢，礼拜四的时候一开盘，我们看到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好像樣这个主力心态多，我有没有让大家验证？所以基本上呢，你说投顾老师收完盘，每一个的讲的都超级无敌好的，讲的自己好像是神一模一样，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真的收完盘这么样的厉害。 诶看到妹妹那两个灯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老人家哈，不是我啦，我是不看电视的、啊。那有时候跟我妈妈看电视的时候，我都一定转 Discovery 给大家看。你知道吗？老虎、哦，老虎，老虎的斑纹漂亮嘛？好，不像狮子，狮子，狮子就丑丑的，就走棕色而已。老虎很多斑斑纹嘛？你知道它耳朵后面？ 耳朵后面有两点白白的，各一个白白的，很有趣，好像好像是灯光，好像灯光。那大家有空的话研究一下啦，好，研究一下啦。也许在里面你可以找到主力心态哦。然后再一来一遍哦，老虎的耳朵从后面照过去的时候，它耳朵有有白白的两个圈圈，好，去看一下，每一只老虎都有，很有趣。那所以说呢，我有没有做到让大家验证？就像上礼拜四、上礼拜四有没有跟大家预告？你看吧，礼拜三主力心态空杀到脱裤子，礼拜四主力现在这么一样大一只，连接主力现在多。 就有没有一口气往上做，一个水喷出，这样你有们有很轻松，高达三百六十二点。同样的礼拜五九月十二的时候，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太多，这样要高达将近有一百五十点。同样的礼拜往下急杀，这样子也是高达将近有四五十点哦，七十几点哦。结果来了，开始慢慢来了，再见哦。基本上哈，十六个礼拜一万四千点，我强坦白的，已经快要快要三十倍了。 你就不要到最后看到我下节目的那一天是十三万多点，是三百多倍，你在那边吐。基本上哦，你今天你要成功，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极细部的热水规划。可是老师，我的规划都不准，那你就继续规划下去。我规划这么样的准，我每天还是不断的规划，不断的求进步。 你要知道，你就要知道，如果说呢，到了一万四千点，哎，一万四千点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应该可以赚到快要三十倍嘛。那三十倍，你二十万的资金已经变六百多万了。那我请问各位，我们到底，我们我们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到底怎么做到吧？第一个，你看到属于现在。 那除了主力心态之外，我们给大家很细部的叶水规划。就像我请问各位哦，今天你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的空方标的，不管包括微钢哈，不管你们包括你们最爱的二三二七的国巨有没有一直杀？那问题为什么一直杀？它错错在哪里？来看清楚哦。礼拜一的时候，这礼拜一哦，礼拜一我们跟大家预告，我说 OTC 指数收盘小于二一三点二七，二一三点二七嘛，这是传给非凡的叶水资料。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的時候，二一三点二七，我们跟大家预告这个行。 就要震荡，要震荡完之后，哎，只有礼拜有没有上下震荡？只有礼拜我们又赚了七十点，好，还没完哦。 礼拜我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关键，收盘小于 A C。当天礼拜二的时候，外资在期货的部分，他只买了二十八口。我说我不在乎这种东西。你自己想想看嘛，你把我的软体打开哦，在江波图的部分，你们看到江股价指数，它当它跌破了这一条红色线，再一次反弹回来，红色线已经变成空方的防守线。所以说我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四七，有没有看到收盘小于四七七？收盘小于一个所谓 A C，只有昨天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由多转空由。 多转空嘛，等于说呢，我在礼拜二的夜盘主力心态是多，结果礼拜三很不要脸空开高，天空开高心态从红色变绿色，就有没有一路狂杀哦，甚至甚至盘中突然闪跌两百点，没错吧？那昨天我也就跟他预告。 哎，昨天哎昨天外资买了两千六百零七口哎，哎买了两千六百零口。昨天礼拜三，那我请问各位，这是我们礼一三五的非凡的连线。我们预告我说多哎日关键价落在一七三八四，昨天的收盘有没有小于一七三八四？有吧？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等于说昨天的 S A 收盘它是小于一个什关键价？那为什么你从 PM 牌，你看到主力信贷空，然后今天早上一开盘你又看到主力信贷空，又往下急杀？好，可是来喽，我先给看,看看今天哦。 今天我讯息，震震震震，不不不，太快了，太快了，好，空不到，空不到，啊，空不到，我说过了，你只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的一个所谓价格的观念，你自然就能够赚钱，看清楚哦，看清楚，不是变魔术哦。 昨天九点，哎、欸，昨不是昨天昨天九月十五号，九月十五号，我的软体很厉害，地方在哪里？我们除了给大家主力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我的软体，顺便把我扣进图图啊，扣进图图，扣讯跟得上，你来找我；扣讯跟不上，你不要找我，因为老师在在巴拉巴拉巴拉，那不要找我嘛。 你永远不要找我嘛。那么请问各位，我的软体除了给大家主力心态，更重要，我的软体也给大家多空防守这更好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就像这样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昨天呢，我昨天在看某个 YouTube 的财经节目、哦，不是，我不可以看投节目，结果跳出来一个广告投顾节目，我是觉得哈、哦。 大家都很在乎，说到底他的 line 有多少人，泰德 n 有多少人？然后那个老师啊，号称啊，他的泰德，line 啊，啊、有高达将近有二十万人呐、啊。然后呢，把节目搞得跟酒店一模一样。我我问大家，现在哈，应该说世道衰衰衰衰,衰退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像鬼，鬼像人，你同意是吧？我们今天我们是。 我老板一跟我讲说，你看哪那老板就嘴哦，你看别人就花钱买广告啊，为什么你都不买？我跟老板讲说，干，我再跟你比准的好不好？我跟我，再跟你比准的，比实用啊。我就想看哦，我再跟你比准的，比实用啊，我在想看哦，我再跟你比准的哦，什么叫准？看清楚。今天早上这刀杀太快了，控不到，控不到，控不到。早上主力心态空嘛，你没看到吗？早上主力心态空，早上主力心态空，主力心态空，主力心态空,空嘛，主力心态空嘛。哎、欸，这个绩效不包括一百六十点哦，没有包括，因为我没做，我没做，我就不会放进去。 我没做，不就像昨天我没做嘛？昨天我没做嘛？昨昨天空位没做好，然后呢刚好烧到最大值。好，再看再看一遍，这样怎么来来看清楚哦？我的软体哦，除了给你主力心态之外，还给你多空防守价，所以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因为我算过那个老师哦，那个那个 YouTube 的广告，他一个月肯定要三百多万，一个月要三百多万呢、欸，一个月要拿一台宾士一四百拿去烧哎、欸，拿去烧哎、欸，一颗月要给 YouTube 这么多钱呢、欸？ 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你不可能看我节目，你不可能看其他投部节目看到的广告，绝对不可能。好，来，我的软体在昨天有没有预告今天的支撑落在二二一点五五，二二一点五五，二二一点五五。啊，有没有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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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有没有弹四十点起来？有有有没有？有吼、哦，有吼、哦，而且有带出哦，有带出哦。好，来继续。 怎样？再来一遍，不要盯盘。你盯盘，你敢买吗？你盯盘，你可能买在这边呢、啊。你没有主力心态，你没有做空防守价，你盯盘你赚得到钱。我头都想给你当椅子坐，真的啦。盘不太需要解啦。所以说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98, 直接去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今天外资卖了两千九百一十二口，今天收盘没问题，小于红色线没问题。可是今天收盘大于 A C 哦，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明天杀低之后还会再拉起来，可是拉政府你要听清楚啊，你要拉得够高啊，你要拉得够高啊，你拉不够高，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一般投顾节目我举例好了，假设今天哈、啊，假设今天今天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然后拉起来收，假设这边收收在收在这边了，每一个人就跟你讲中秋节之后会跳空开高，然后呢啊今天这样收下来，中秋节之后会跳空开低，智障。 一群智障，哦，我我这样讲这两个字，可能把所有头部老师打下去了。你现在是要看周线的关键价，周线红灯，中秋节才会跳开高；周线绿灯，门都没有，直接大跳水。我讲的很慢，那它的差别就在于明天就多头。老师，那你知道明天会缩在周关键之上之下吗？拍着我不知道，主力心态他只能看到当下。如果我现在能看到明天主力心态。 我讲两百的，我就世界有钱的。主力现在看单线哦，他没有办法预测价位这种东西，包括 AC，我跟你预告了吧，我说明天讲这我天我就要杀，他一定会在拉，因为今天的收盘它是大于 AC，我更不鸟说外资卖是买啊，我也讲的很清楚，因为今天收盘它是大于 AC。那我请问各位，不管包括官价，不管包括 AC，我很好用。来，我等下就跟大家验证好，来继续用股票不用讲了哈，从敦泰破底。 三零一四破底，来来，这一档最经典，最经典，这是是蹲泰嘛，没问题，主力心在空。然后八月十九号的时候，八月十九号的时候，在里面泰泰滚绒，泰泰滚绒四千一百人嘛，泰 a 滚嘛。我说包括蹲泰，蹲泰，哎，麻烦看一下当时八月十九号蹲泰多少钱，好不好？还包括的四九六一的天宇，还包括三个六的微钢，还包括国巨、三零零六金豪科、二十五六奇迹星，全部会往下。那时候我贴出这样的一个所谓文章，你知道吗？那时候有很多人抗议，抗议。 啊，谢老师啊，啊，你这样子的话，啊，我手中的威刚怎么办？啊，威刚你看那第二季赚六块多，你这样个打压股价。我说兄弟姐妹们啊，我的人数是四千一百人啊，一般投顾老师啊，因为买广告，所以说他告诉你，他 YouTube 里面，他 Telegram 里面有好几百万人啊，我才四千一百人在看我而已嘛，我只是个小咖咖，可是我有跟你预告，我真的有跟你预告，好。 那时候呢，我还给大家看当时三个六零微钢主力心态，很多头部老师看到微钢第二季赚了六块钱，第一赚两块钱，他告诉你微钢要喷了，好、哦，这在主体嘛，这看起来是主体嘛，可是我却不对哦。那时候我跟大家预告，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好，我再跟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哦，你知道微钢现在融券张数有十一万，哎、欸，一万一千张哎、欸，开始差一个五了一万一千张哎、欸。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人家主力空完根本不补，你完蛋了，你真的完蛋了，你真的完蛋了。再一遍哦，你手中有这些股票，你来找我不止啦，很多啦，很多啦。你手中的持股问题来找我，来再看一遍哦。威刚那时候在横盘的时候，横盘时候跟你预告主力现在空，结果我今天早上一查，威刚的融券张数高达一点一万张。你看这一段跟你预告主力现在空。 就杀去了嘛，今天破低嘛，杀去也破低嘛。人家一万一千张的空单都不打算回补哎，那你认认为会跌到多少钱？你认为跌到多少钱？来，能做多的标的哦、喔，台电联电不是没跟你讲过的。来，哎，剩下十四分钟，我要讲黄金股，我讲快点。来，一档中钢，一档中钢，半个月的时间赚了二十七趴。来，再看一遍哦，你去买微钢，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的时间。 你不会赔二七趴啦，不会赔二七趴啦頂賠，顶多赔个五趴六趴，甚至十趴而已。那我请问大家，那你干嘛当做那叫机会成本？那第二件事情，好啊，来再一遍呢、啊。老师，我做股票做波段，那你就报你就报你就报嘛。啊，反正他第二季赚六块钱，第一季赚两块钱，那如果第三季变两块钱呢？我没有讲多少钱呢，我不知道嘛。我只很好奇说主力空这么多，所以他赌什么？赌第一季赚两块钱，第二季赚六块钱，第三季赚多少呢？ 那就变两块钱呢。老师，看他一收不会啊，到时候就知道了嘛。哎、欸，不要做波段，那你就抱着嘛。哎、欸，你要做波段，你要什么持股不要打掉进来啊？那没有，那那没有意义，那没有意，那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啊。那我请问大家，啊，中钢能做波段吗？中钢能做波段吗？来来来来来来八八，好、哦，中钢哦，一样中钢五八十三八加起来十三哦，再加五八多少？十三加哎，十三加五十八八。 十八趴再加四趴，二十二趴，然后这主力现在多22，二十二趴再加三趴，二十五趴，二十五趴，然后中钢主力现在还是多，然后呃，然后域名赚三块钱不不提了，好，然后中钢主力现在多嘛25，二十五趴再加两趴，二十七趴还没完連昨天都到，连昨天都捞到一点三趴，连昨天都捞到一点三趴，那现在哈，它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到世界现在還在杀嘛？来听清楚播，我问大家哈。 你们都一直认为，中秋节之后成交量就出来了。美国股市涨这么多了，你认为美国股市再涨，台北股市成交量会出来吗？我个人认为不太会了，不太会了。而且呢，现在呢，台湾我讲讲白了，基本面很复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好了。今天国际往下杀，杀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之前国际横盘，横盘不涨，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疫情非常非常严重，结果今天呢，有一个外资券商，好像 Morgan Stanley，我记不得是哪一家券商，随便了，随便了，外资券商他出来调降，好调降很多半导体公司的一个水平等，哦哦，他说什么原因很简单嘛，那如果说呢，马来西亚的疫情在十一月得到缓解，你之前因为缺货，股价偷偷摸摸涨，其实也没有涨了，包括 n c u 包括 MOSFET，好，这是我帮他补充的，包括 n c u 包括 MOSFET，包括被动元件全部挂。 还有包括 p a 都是一模样，全部挂，这样你不讲清楚。老师，可是这样这有这么恐怖吗？好，那那我请问各位，所有的行情你相不相信它是从极短线慢慢去做衍生的？等于说极短线，就像你看嘛，为什么一档中高我们可以大赚二十七趴？因为它短线主力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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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上来。可是问题，如果大盘成交量一直萎缩，那你误把短线操作当做波段操作，你会输到脱裤子啊！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第一时间拥有极短线的主力心态，看到没？你看世界是最明显的，它先多，多世界先进多，多再变成世界先进空，哎、欸，多我多这样子涨的十五块钱呢、欸，从多再变空，一口气又暴跌，一口气暴跌二十块钱。好，再看一遍哦。今天十点钟，我们给你预告大盘主力心态空。 我们给你预告，二零零二中钢主力心态空。今天一开盘，主力心态从红色变绿色，红色变绿色，红色变绿色。就极短线的部分，中钢有没有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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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极短线的主力心态有没有很重要？所以全方位三六零呢？哎，我们的长，我的我的小兔兔嘞，我小兔兔不见了 <laughs>，我一只小兔兔。全方位三六零啊。 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再看一遍哦，我有跟你验证哦，我有跟你验证。哎，你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来举例哦，昨天的中钢往下杀，我去买有钱赚。前天的中钢往下杀，我去买拉起来嘛，都拉起来嘛，都拉起来嘛。那今天你看到中钢下杀，你模仿谢老师，你去买中钢，中钢今天有不拉？有拉一脚。 最低低点，我最低最低低点，来来来来来来，最低低点，来这边，最低低点还给你看呢、欸，这是你们太太管的，这是你们太太管的，这是你们太太管的，有没啦？没啦，没啦，啊，主现在没有重要？好，继续讲航运股，所以说改一下软体啊，真的、啊，呃，这个哇，剩下九分钟，九分钟，来，要要要 focus 来，所以说。 最近有很多人呢，他也问我有关于行业内股。说：“老师，行业类股能不能做波段操作？”我我只要讲一样东西就好了。之前做行业类股就只有我认同哦，认同哦。当时从十六块钱、三十一块钱，好，这样往上涨的时候，它不是从十六块钱一口气涨两百块哦。十六块钱可能涨到六十块钱，凸起来一根长，还可以往起杀，没错吧？结果呢，所有投顾老师都在节目当中调侃谢文恩。 因为谢文恩是航运类股的死多头，我这个人哈很简单的、啊，我没有我如果没有做航运类股，我不去讲航运内股，那干我屁事啊？你干你懂我意思？那干我屁事啊？那问题重点就在这里。现在呢，之前在唱衰航运类股的，好纷纷都买在两百多块钱，买在一百八几块钱啊，结果现在呢，每一个人都说他是航海王，每一个人都在做航运类股。 这是为什么？你从七月份开始，其实我在行业内股，我就没有再跟大家讲过基本面了，因为我觉得说，你基本面这种东西，那个是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哦，去年应该说今年呐、啊，今年三月、四月、五月，我跟告诉大家减流减碳，没错吧？我告诉大家高值率，我告诉大家它的运营时候会一路成长到十月份，我告诉大家第三季、第三季、第四传统旺季，我告诉大家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货物。 都是借由海运。甚至当时我还告诉大家，印度的船工全部染疫，很多染疫，而世界上百分之哎百分之七十的船员是印度人，那印度员工染疫啊，所以说到最后塞港塞柜缺柜，甚至很多船哎、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家在在五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船，它上面有印度的员工，没有办法停靠港口，因为你有印度员工。当时都我讲的，当时没有这样子分析基本面了。 就该跑的时候，我也画给你看；该跑的时候，我也画给你看啊。结果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要看这个东西啊。结果呢，只要主力现在随便一空，随便一空就跌零百，好，直接随便一空就跌零百。然后呢，之后我们又做价差，所以七月份我们缴出了一百零四块。哦，所有空序你都看到，剩五分钟哇。八月份没没时间讲了。然后八月份来来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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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我赢你们地方在哪里吗？你这里敢买吗？哦，跌破上升轨道线，啊，就从一百二十六赚到一百四，要不要赚？ 从一百二十多赚一百四，賺要不要赚？好、哦，那中行不讲，我、哦、没时间讲。来，然后主力现在多，主力现在多，啊，买完之后涨停板，然后买完之后涨停板，隔天开板直接卖掉，直接卖掉，八点五十八分，为什么卖？为什么卖？老师外知道了买耶，可是拍水，隔天主力现在空就卖，然后呢，这头卷给以大家看嘛，降到十四块钱，然后这这样短短三天，短短三天喽、哦，短短三天喽、哦，短短三天喽、哦，三十块钱呢。 是赢在这里的好不好？是赢在这里的好不好,好？来来、喔，我靠，要剩剩五分钟，趁到快，趁到快来。那进入九月份，来，百川制药跟大家预告收盘小关键价，对不对？收盘小于多方防守价，就我们往下杀，来到一百二十点二。好，你不觉得九月份又开始变种了吗？我等于说哈，七月份开始进入巷战，你只需要知道大盘的主力心态，我这样讲没错吧？ 可是八月份开始，你除了需要知道大盘的主力心态之外，你更需要知道什么？航运类股它本身的主力心态。一二四点二，你看我会员多幸福，还有盘前传真稿给他们看呢。就真的杀下来，杀下来主力心态多，这样子就赚了八块钱。然后呢，九月三开始又看到了没？这是航运类股的主力心态，航运类股主力心态。 所以说，我们的泰勒管你要赶快加入啊！要怎么加入？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三九二三九八，来剩十分钟，再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哦！所以你需要第一个拥有大盘主力心态，第二个拥有行业的主力心态，第三个就关键价还有 AC 来做明天可能走势的预测，还有多空防守价。好，继续哦！就主力现在空，又往下杀嘛，往下杀嘛，杀！可是九月六号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尾盘翻多了尾盘既然尾盘最后一盘，来来看清楚，看清楚，翻多。 多贱啊！真的很贱，新太空，行业内股，主力新空嘛，一路杀杀杀，尾盘全部把货吃光光。隔天一开盘继续吃货，所以说先买又赚了十块钱，十块钱就隔天往上急拉，等压回来，这样子长王阳名一起出手，我又赚了十六块钱。哎扣线都有给你看，一般投顾老师不敢给你看扣线的啦，每个都说他赚行业内股，啊，不敢给你看扣线，那不觉得很好笑吗？然后呢，上礼拜三，上礼拜三往下急杀买进，来礼拜四。 礼拜四，哎、欸，礼拜三买长隆，礼拜四买阳明，然后礼拜四的时候看到没？九九重阳节礼拜四九点二十分，你看我的会员有多幸福？九点二十分，我还晚上九点二十分哦，不是白天哦。二一二零是九点二十分，预告礼拜五就是要喷，预告礼拜五就是要喷啊！结果呢，礼拜五继续买，买完之后礼拜五有没有全部喷出去？有没有全部喷出去？ 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所以说你要炒这样的老师嘛？礼拜五喷出去，跟你预告二六三点九六没有收上，还没完哦。结果呢，看到礼拜五喷出去，所有投部老师都跑出来了。上海集装箱指数创历史新高哦，然后告诉你货柜行商包柜长约到手、哦，告诉你阳明增加中东加班的船哦。上礼拜五是所有投部老师就开始剪报了，看到报纸涨上，看到涨上去就跟讲说要喷。结果礼拜一，我跟你讲会震荡，可是礼拜一已经不一样了哦。 看到没？心太空，心太空，心太空，好，心太空，来，再看一遍哦。礼拜一，你们的节目，我有跟你预告哦。我说礼拜杀，我说礼拜还要杀。如果没有，我头剁下可以帮你做。三十四分五十六秒，三十四分五十六秒。礼拜一的 YouTube 打开一看，我说要杀，因为收盘小关键收盘小 A C 要杀，因为礼拜一主力已经在放空了，主力已经在放空了，礼拜一主力在放空了。 看老师，好妈的，那这么短了、啊，没办法，他那么贱啊，他们就那么贱啊，啊、他可以礼拜四做多，礼拜五做多，礼拜一开始放空啊，放放空完之后嘞，放空完之后嘞，我是画图，礼拜一，赶剩下一分钟，九月十三号，礼拜一嘛，晚上七点三十八分，七点晚上七点三十八分，跟你讲直接杀来，有没有杀？有没有杀？好，那杀的时候外资大卖，外资大卖嘛，当时外资沙特嘛，外资大卖，常常卖两万六千多张。 结果昨天，昨天来，昨天八点五九分，主力心态由空转多，由空由空转多，好，由空转多啊！结果昨天去买，这样就赚三块钱嘛，对不对？好，继续哦。那么昨天哈，我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大于乖收盘大 A C 老师，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喷？来看清楚我、哦，这是今天早上来一样看时间，我的会员多幸福啊！九月十五号，昨天晚上八点三十一分。 我说阳明哈，这叫阳明，他往下回撤，一一八点五，它会拉起来。哎，就今今天阳明怎么走的？杀下去，拉起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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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老师，啊，怎么没有这一段？我的 Telegram 有传这张给你看。我说不会发生。老师，啊，为什么今天这一段没有发生？为什么今天这一段没有发生？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 多海空，多海空。第一个，你要看月线关键价；第二个，你要拥有盘中的主力形态，包括大盘，包括航运类股的主力形态；第三个，你要做规划，你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而全台湾谁有这个本事，给大家这样的完整的答案，就只有我謝。谢天谢地谢文。 所以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甚至我也不怕验证。你想要每天要拿航运类股传真稿的，我到你拿。好，开盘前你绝对拿得到。好，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三九八。8, 所以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先祝大家了，中秋节还没到啦，明天还在上班一天哦、喔，也没办法出国啦。好，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身体健康平安。 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是真的。我们的年度中秋节超级无敌大优惠，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23 9 23 9我们明天再见。